子，你找我呀？过两天我要先弄一批新装备，得1亿，咱们还有多少资金？啊，大哥，最后250块钱，昨天你加柴油了，咱们没钱了。什么？这可怎么办？大哥莫急，我有办法，跟我来。老二，你留下看家。扫二维码。可以，兄弟，来扫吧。兄弟，慢走，走路别玩手机哦。停车。你们着什么急呀？来，让我扫一下。10块，还有5块医药费。什么？啊？好吧，好吧。过去吧。大哥，你看咱一下就赚了这么多。好，还差9999万9985块了。